存策略，精彩比赛共同关注。两胜两负，身高1.73米，体重61公斤，现在代表北京全天下搏击俱乐部刘连杰。随着刘连杰的登场呢，让我们接下来再次用最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出我们的红方选手，来自河南的刘平原，有请。来吧，为他激情四射一次，好吗？谢谢。OK， 红方选手刘平原来自河南。战绩4胜3负，身高1.72米，体重61公斤，代表北京敖海林俱乐部。刘平原的登场，本场比赛即将拉开帷幕。本场比赛呢也是两位选手的第二次交手，这场比赛当中究竟我们的平原会不会再次赢得胜利，或者是我们的连杰能否在本场比赛当中取得第一次首胜呢？让我们来共同关注，有请我们的主裁判。Instructions. Any questions from the red corner? Questions from the blue corner. That's gloves. 双方互碰拳套之后，今天的第五场比赛，刘连杰对阵刘平原的比赛就要开始。是的，经过两场激烈的比赛，特别让人兴奋。没错。啊，这边可以看到蓝方选手光头的就是刘连杰，那个穿的大眼睛 bad boy 裤子的就是刘平原。是的，这场比赛比较有意思，是争夺过曾经争夺金腰带资格57公斤资格的刘平原升级。KO， 难道是 KO 吗？没错。
KO。 哦，刘平原 KO 了刘连杰。啊，今天的比赛都结束得非常的快，而且非常的精彩。刘平原的现在技术进步太快了。啊，可以看到他刚才那一下右手的后手拳直接踢对手的下巴。哎 ，KO。啊，可以看到刘连杰刚才醒来之后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对，我怎么了？我怎么了？啊，这是那个 KO 以后和被脚晕以后的第一表现，大部分。漂亮啊，刘平原不愧是争夺过金腰带那个资格的人。我个人感觉，其实刘平原在61公斤那个级别比57要发挥得更好。对，因为他的肌肉力量更加强大，以后他的KO 的力量相对会来说就会非常的好，而且他减到57对他而言也是非常难受的一个级别，而且随着他年龄不断的增大，他体重啊体格啊都会慢慢的成长，跟着成长。我个人建议，希望他以后能继续留在61的舞台。对，没错。啊，这里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刘平原实际上也非常年轻，20岁，20岁已经是能够挑战冠军的那种选手。哇，漂亮的 KO！ 哇哇哇哇！紧接着这个追击也特别完美。对，大家再来看一下后手动拳，后手的右拳，一下身子就挺了起来。啊，直接像一根火柴棍一样棒的。哎，对。这是 KO。啊，特别完美的一场比赛。这个刘平原把争夺金腰带的这种能力值表现得非常的，在这场比赛对，而且他在争夺金腰带之前那个战斗力完全没有减退。OK， 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第五场61公斤级银量级的一场对抗，最终的结果。最终，我们的红方选手刘平原以 KO 的方式击倒对手，获得冠军。当中呢，你跟这对手呢也是第二次交手，上一场比赛呢我们也看到了现场，然后就是你也是赢得了对方，然后在这场比赛当中呢，相信你也是准备得非常的充分，那现在有什么感受要说？这场比赛我真的很感谢很多人，帮助我，一直在帮助我训练，很多很多人，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首先呢，非常谢我的教练，他很忙，他今天特意赶过来为我，就是为我助威，谢谢我的教练。同时也谢谢在场的观众，是你们的热情让我这么有力量，谢谢。我相信的电视机前和网络机前还有很多朋友们也对我们的平原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欣赏，因为他在很短的时间当中可以说是瞬间击倒对手，实力超强。那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有什么样的精彩打算呢？我去年百万争霸输了，我今年会努力的，再争取打入瑞武的百万争霸决赛，去赢得自己的荣誉。OK， 也希望在今年的百万争霸的总决选当中能够再次看到你的身影，加油平原，谢谢。精彩的对抗我们依然在继续，接下来进入到了我们第六场比赛。同样的，我们第六场比赛依然是由畅销书《大佬管理学》为您特别呈现的。